太符合我的人设了，说唱我看。我不想只是你朋友，谁是你朋友？你喜欢我吗？真心话，没那么复杂，说出口吧，别太挣扎。我不想只是你朋友，不知朋友。范丞丞，我能不能再来？不能！怎么还有人？没有，再来一遍，不可以。不是，这怎么后面有个人？声音来，怎么了？我们这个应援怎么了？哎，我们也得应援。不能应援，你这个。我跟你讲，姚一平绝对不能！音乐类节目人家真唱的很多，但是把不行的都播出来的只有咱们。不可以！不是！我觉得，只有一次机会。天花板塌下来也要继续唱，真的不可以停！不可以停！不可以停！好，你再来一遍。不可以停！不可以停！不可以停！好，你再来一遍。好。你能不能不要说话？好，我不应援了这次。有请白鹿带来新歌《谁是你朋友》。我不想只是你朋友，谁是你朋友？你喜欢我吗？交换真心话，没那么复杂，说出口吧，别再装傻瓜。我不想只是你朋友，不止你朋友，牵我的手吧。烟花盛开的一刹那，气氛太融洽，我在等你给我一个哇哦哇哦，那那那那那那哦，哇哦哇哦，那那那那那那哦。谢谢，没有范丞丞的世界真是太安静了。你草率了，他一直在你身后。感谢白鹿带来的歌曲《谁是女朋友》，以后我们不仅会帮你宣传新剧，还会帮你打歌。我都猜到你要说这歌。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成员，如果幽默有错，那他将错就错；如果帅气有错，那他大错特错；如果会 rap 有错，那他一错再错。有请幽默帅气还会 rap 的宝藏男孩范丞丞带来 We Don't Play。 哎喂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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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唱就像是游戏，看我在对嘴的是你和孙的 man。 你看我们张口在我的嘴里还不停地干着是我的 man。 你 hate is a keep on hating， 认真我打出了光板的 upper hand。 I came in the great as I understand， 无论在哪 I suffer the middle man。 我觉得是一个没时唱就像像来吃 This is election like hell， 你做不到所以你压力是很 I came with a mercy， 从哪跌倒在从哪里爬起来，我打开了抽屉，不同颜色材质的标高都拍到 One Two 对付我在我的血里面种上了 hip hop， 蝙蝠侠长得跟我是我的身价 5678。难道我偷着现在让我偷着脚下？天空的里面看不出实话，我的生命就这么多长出了獠牙。当我出现，开始发誓，我发誓不想变相胆怯，突出的巨头变成了 gas， 有时候放了满撒，我的 barbie。那家伙还是那样关切，我被呼吸像营养补充，其他别讲，我来给你感谢。他们玩的过于低端 ，Sorry we don't play。我把音量开到最大 ，Don't know what she say。时间保持饥饿，看狩猎，他们的天把我的胃。We don't play， we don't play， we don't play。Yeah！ 怎么了？啥意思？耶、yeah! ！我们这刚从海外回来就想赚人一首歌，你真是厉害。四遍大训两次可以变成一个人吗？叫大卫。大卫就是个外国人。流水塔带走大卫的鹿茸。大卫的鹿茸。流水塔带走大卫的鹿茸，改变了一个人。我们这个创造力还是可以。还有一个，哎，真的，沙在哪儿了？沙这儿。
对，杀，然后儿在哪儿呢？儿，对，傻儿。流水它带走戴维的傻儿，改变了一个人。傻儿了，大卫谁这么惨啊？戴维有点惨了。来了，去找他们平换。大义，来了，他不是来救我们的吧？平换。平换，我要沙溢的和左儿的，换我跟谁的？你们小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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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！来了！有一张啊！太惨了，转身就被撕了。别！大勋，大勋。我去！场面十分激烈。小青边跑，小北。我，看错了。过来，给我，再给我。那我还能撕吗？你要回去贴了再撕。我要回去。有用，给你换。哎哥，你换！哎，这样的，你骑的。哎，陈哥拿到了。我已经骑了。哎，这样的，坐一起。希尔，我换他的行吗？可以。妈呀，我这名字太抢手了吧！你是不是还得再撕一遍沙溢的？沙，哦对，沙溢哥。好。谁的？大勋哥的。齐了。我撕了个雨琦的，大卫的妻儿。好，恭喜蓝队任务完成。这雨琦的名牌已经，这多激烈！相信自己，我先贴，你先贴哪个？我先贴百，百位啊！啊！哦！百位啊！啊！精彩！谁设计的泼油器？怎么办？你随便贴吧。525就是52了。随便贴吧。来吧，大勋哥吧。哥，贴这个。贴哪里？贴哥。3、2、1，开！欢迎光临！哎，兄弟啊！高度那么远，你就看高度就好了。你们醒醒，干嘛呢？三个没有飞过的人，身体挺直，往后仰就可以了啊，放松哦。他们是真紧张。范丞丞已经不在了，害怕。三，深深往后。快点吧！谁的姿势那么不标准？好，来，准备，3、2、1，鞋，还好吧？还好啊。其实你一下去就站起来就好了。快乐吗？快乐。舒服吗？太可怕了。
精彩了，好看好看好看，我再也不想感受这个了，太可怕了，是不是挺刺激的？不刺激，太可怕了。太可怕了，挺爽的，我觉得不爽。咱要不要一个人多玩两回，完再换人？先可一个人造，可一个人造。那你还擦啥呀？你马上就下去了，你还擦啥呀？爽了不，大勋哥？来吧，这个没事了。啊，整习惯了，这回整习惯了，这回整舒服了。啊，整舒服了，舒服了。后边已经习惯了，先不下去还难受呢。对，我现在在这在太热。蓝队醒醒，你们两个人。也答了，没对呀、啊。我们先举个手。你没牌。飞吧，大勋哥。飞吧。整齐啊，这啥蓝队海底捞月，哇，海底捞月正确、啊、海底捞啊，过来这儿辛苦了，蓝队，这什么歌？他说的什么语？我想不起来。继续。来来来，看你们能答对不能答对。来，扯那个，我就在这站着。来，镜头别给挡上啊！别挡我们小婷镜头啊！请唱出梁静茹的一首歌。我有眼泪，想流眼泪。下一题唱的是什么？请唱出萧敬腾的一首歌，我的王妃，我要霸占天下，我的王妃，我要霸占天下，放弃了，锤哥已经放弃了。有个歌手叫萧敬腾啊，叫萧敬腾，哪儿疼？萧敬腾，哪儿疼？阳光的风球飞。我们这个我歌曲稍微对我们好一点。你们这组太难判断了，只能照。不知道。你们这个组跨了50年。我觉得这首歌你们一定可以啊。来，请唱出今天你要嫁给我的一句。好简单啊。今天你要嫁给我啦。不是这首歌。今天你要嫁给我啦。不是这首歌。今天你要嫁给我，听我说，手牵手跟我一起走。为什么还能这么唱？错都唱得这么齐。还有我对的，今天你要嫁给我，今天你要嫁给我啦。我们就这么唱，我们是你的调就是这样。还那是啥歌呀？明天我要嫁给你了。
你记错日子了，那不是今天，那是明天。你把日子都搞错了，还结婚呢，真的是。来吧，我们下一题啊，请唱出小情歌的一句。等。晨哥听过没？这是一首简。我想不起来了。把队友玩疯了。你平常都在听什么啊？这首歌确实没想起来。哎，你给他们出了一那首网络歌曲，我来出，我来出题。别咋还出？回去怎么出题都换人了？你真想当下一季导演是不是？咱们这个节目也得有一点创新新的歌曲元素进来吧？好，我相信姚田有自己的想法。小田，你去一个人把那解决了。我一个人啊？对，可以的，相信自己。他自己一个人。你弄，我们不看，先弄白，他们都怂，咱就先弄白，先弄白，我走了。行，回来吧。205，205，十，2250，俩250，还行。我来个这个，太符合我的人设了，说唱老太。我们的歌，我们要写一首 diss 跑男的说唱，真的吗？好有意思、啊。好啊 ，diss 他能听懂吗？妈呀，你太看不起 A 呀！怎么样，这个风格怎么样？一下给你话题度拉满，回国首秀 diss 跑男。天哪，标题都有，我都给你想明白了。哥安太好了，我就是说唱老太。我是说唱老牛，结果他又回一个，你们三个可以下班了。哦，跑男，你们听着，今天我要来 diss， 整天耍宝搞怪，你们真的没救了。这太狠了，算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你就做一首这种李晨是说唱之神，怎么样？或者再换一个主题，就是大水牛，大水牛，我是大水牛。你说你害怕我都给你想出来了。你到底哪里大？啊！真是大水牛。就这个了，大水牛。形状又威武，草原上的霸主不能及。我有主打歌了，春泥之后这首歌你真的能给自己用吗？真假的？大水牛，咱太期待这首歌了，我天哪！好，就这么先做一个试试，《大水牛之歌》啊，然后往下那个拉一下，它有一个风格嘛，风格嘻哈 rap， 然后嘻哈 rap。OK， 好，生成。来了，在下面，听听。这不太嗨呀、啊，这个。全是牛啊！没有刚才这个好听，我觉得。我想再加一个，比如说。别着急，你先试一下。暗黑风格 ，dark。广东话，我觉得这不错。我都想好咱们的 MV 就。就这个，你就拿这题吧，怎么样？能屁吗？老师说，从业那么多年，没见过如此刁钻的作品。没事的，我可以帮你们替换成中文，但是要花点时间。没事，这首歌如果要是在咱们节目火了，我去拿到说唱节目去，我去拿他演总决赛。大水牛，耶耶！绝对这个创意他们肯定想不到。甩甩我们裙子吧。
然后你转转一圈，我转一圈，然后搭我肩，你搭我肩，我再搭他肩，然后一扭胯。从音乐性来说，刚才那组一般，是在内娱能非常听到很多的音乐。对我来说，可能只是编曲新，我没有听到新在哪。大家晚上好，说唱亦有差异。我们这首歌，是基于一个动物的原型为主题的歌，然后呢，我相信它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《奔跑吧》的主题曲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歌里见。就成主题曲了。大水牛，大水牛。浪漫不息。好飞机，天夜之间你是那架智慧于海，深不可测。谁的见证？你的丰功伟绩，大水眼看你能力，大水牛啊，大水牛，你的心香用在心头，大水牛啊，大水牛，臭流王者，你把口臭，大水牛，大水牛，大臭运之上，你的心也透亮，亮亮。你把头臭，大水牛，大水牛，大臭运之上，你的心愿爆料，要要臭。大水牛，大水牛，大水牛，大臭运之上，你仍要我黄粮。大水牛，大水牛，大。大水牛，大水牛，大水牛，大。大水牛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大水牛，大大大，会不会来跟我一起合唱？三二一，大水牛，大水牛，大水牛，大，大水牛，大水牛，大。哇，成功，成功，热带。会不会成为跑男主题曲不一定，一定会成为李晨的主题曲，天天在家循环播放。黑桑，我还写了一首歌。大家可能不知道我的音乐才华，还写了一首叫《杀疯了》，谁叫《杀疯了》？主题是沈小婷回国杀疯了，杀疯了。小耳唱给你们听。